的现实。所以为了能在一起就能逼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吗？可以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没有喜欢到为了你要放弃自我的地步。你真的想把他变成第二个我吗？工作和感情掺在一块儿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你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吗？你吸取教训了什么？啊？那你刚才这是干嘛呢？你今晚抱怨了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